看这一题，他说 d 哈是等于 cos 西塔加上 i 西塔 ，i sin 西塔，那西塔是介于呢零到九十度之间，就在第一象限，那 i 是这个根号负一，那他说哈，你记得哈，他是这样讲，他说 z 的z 本身呢、啊、哈 ，z 本身也是 z 的十一次方根，好，方根之一之中的一个，好 ，z 本身哈也是 z 的十一次方根之中的一个，好，不是这个啊，不是这个之一啊，好，其中的一个。那么它呢，西塔是等于多少？好，那等于是要解这个方程式了。然后两边给它呢十一次方，就得到什么呢？你记得哈、哦，十一次方等于 z， 那这样就得到多少呢？把它移过来 ，z 十次方减一啊，等于零。好，那 z 不能等于零啊，所以这个要等于零。也就是说哈、哦。这是 z 的十次方，这个等于一。那它的解呢是什么样的解哈？它的解的话哈，是一个那个单位元里面的哈，正什么呢？正那个正十边形啊，正十边形。哦啊，这个是吧？这个是那正十边形的话哈，它张的这角度是多少？全部360度，就360度了哈，它除以多少？因为它是正十边形嘛，那对应的那个这个每个角度哈，这个角度的话呢是多少哈？就除以十，这总共有十个，这角度总共有十个，就360啊，除以十，就等于36。或者是说我们可以这样写，就是说这等于、啊、这个是等于那个这一的多少呢？这个是多少、啊、这个是2k 派，好 ,2k 派，好一的那个 2k 派啊，所以 z 哈 ,z 就等于多少呢？一的呢这个十分之 2k 派啊，2k 派，然后 k 的话哈 ，k 的话呢是可以从零的 ，k 的话哈等于多少呢？等于零到九，等于零到九。好，那这个呢 ，2k 派 i。好，那 2k 派 i 的话，那我们晓得说哈，这个如果什么呢？k 等于一的话就大，就十分之多少？十分之二派嘛，二派是360度，所以十分之360度，我这 k 等于一的时候是36度，那 k 等于二的话就是72度，哦点点点，好，那、啊、再加多少？再加36度，哦72乘以3嘛，对不对？36乘以3，36就 k 等于3的时候，36乘以3，18，108。那108的话已经超出了，超出那个90度了，所以只有这两个解，就西塔的话，这个就是西塔，哦，这个就是西塔，就那个西塔哈是等于多少呢？十分之二 k 派啊，啊派是180，所以是十分多少呢？360啊乘以 k。就等于36k 啊 ,36k。好，它、啊、那个 k 的话是从0到 9， 如果是死的话刚好就是360度转一圈的。好，啊这个就是西塔 i 啊，事实上这个叫，这就是1的呢 i 西塔。好 ,1 的 i 西塔。好，啊所以我们晓得呢这个答案就是36跟72度啊。好，因为它西塔是介于什么呢？介于90度跟0度之间嘛。所以答案是36度或者是72度。